那至于为什么导演会找我演这个角色，就是想说啊，又要一个很绿的角色，所以想说好吧，那素桃之前就已经绿得很拿手了，那就找他再来绿。他就是很冷啊，没有穿够衣服，在旁边偷窥我们啊，很开心，吃好吃的啊，玩乐啊，暖气很强啊，然后什么。好，那卖好戏饭不停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头阿奇。那今天呢，三位就是来自跟你老婆去旅行的三位主演，先让他们跟 Mind 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来打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凤小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妍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书豪。好，那其实我自己看了电影之后，讲真的，我在家里头看，然后一直看，然后就一直很难过，哭得很惨。其实我还蛮好奇的，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，我说，其实凤小岳饰演的角色，他到底是喜欢张书豪还是喜欢陈妍希呢？因为被剪出来的时候，感觉他的眼里都是张书豪。哎，好好回答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空间其实是说真的是导演留给大家去体会的。Hello， 我讲完了，对，不要了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台湾其实很喜欢拍青春片，台湾的青春片常常就是会把男生都拍得非常非常的热络，反正我以前拍的青春片都有这个东西在，所以这次也不例外。那陈妍希呢，自己在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凤小岳好像眼里都没有你啊？我必须非常诚实的说，在演的当下我并没有发现，我可能是被蒙在鼓里这件事情。妍希跟我们在蒙特鲁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花蛮长时间在一起的。我们的剧情就都是出去玩，就是去旅行，所以很多比较辛苦的戏都是书豪在拍。他就是在很冷啊，没有穿够衣服，在旁边偷窥我们啊，对，然后跟踪啊什么的。然后我们就是都是很开心，吃好吃的啊，玩乐啊，暖气很强啊，然后什么。这一次在戏里面其实比较走搞笑的路线，因为上一次在比悲伤的时候是好惨，大家都会很想同情你，当然现在还是有同情的成分啦，可是你自己演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说，落差会不会很大，是不是因为让导演看到了你不一样的另外一面，所以让你这一次来戏里面真的比较搞笑一点？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演员都很喜欢演喜剧，那至于为什么导演会找我演这个角色，我不清楚，可能是其实我觉得跟喜剧应该没关，就是想说啊，又要一个很绿的角色，所以想说好吧，那素桃之前就已经绿得很拿手了，那就找他再来绿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不过针对你刚刚提的那个话题，我跟妍希其实一样都没有感觉到，原来最后剪出来会是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我一定会演另外一种。哪一种？就是好奇了，哪一种？因为我真的剪完之后，我才发现说，有一些剪接的设计上会是小岳那个特写有没有？剪完之后是我的部分，然后可是我就还是很愣愣的跟他两个人很幸福的在跳舞。我心里就在想说，如果我事前知道，我可能会稍微一个，可是不一定要很多的情绪，就是一个回眸。就是观众就会有更多的遐想。那接下来要想要问一下，就是三位在现实当中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就是有爱没有说出来的，还是反而是会那种主动出击的人？他这个长相应该是不用主动出击吧。来，跳过。我不是属于特别主动的那种。对啊，或者是你讲一讲你主动出击的时刻好了，经验。对啊。我有过一次告白。怪谁？我那时候是在洛杉矶念书，然后我大学要去纽约念，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也暗恋一个学长，他那时候已经是大学了，但是我就觉得还是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感觉就想为自己高中的暗恋有一个交代，这样就想说临走前还是跟他说一下这件事情，接受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把我当妹妹？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就有拿大神功在礼堂跟全校告白，园游会的时候。你真的很阿智，其实很老梗啊，真的很老梗。对啊，然后刚好还放王力宏的歌，哪一首？海爽 ，Forever。你不在，对。然后反正就是我，反正我就是印象就是全班都哭，男生也哭，女生也哭，就大家很感动啊。
啊？你在告白又不是求婚，感动什么？但是有点点就是虎头蛇尾，因为我们之后也过了很久才也没有在一起这样子。嗯，所以可能只是比较享受那个。舒豪，好，那舒豪呢？有没有比小月更加厉害的这个主动出击的经历？没有，我很一般，就是那种可能朋友的朋友嘛，那透过朋友啊，一起去吃饭啊、唱歌啊、看电影，然后慢慢认识，然后再告白，我都很正常。他的比较特别，在电影里面呢，三位都有献唱嘛，对不对？先问一下妍希跟舒豪好了，因为你们是翻唱旧作，其实会不会压力特别的大？压力特别大。他刚刚准备好要唱一段给大家听。没有啦，就是乱讲。他刚在试麦啊，他刚在试麦，你不在，来，超高哎、欸！当我最需要爱，快点。那我们先快回答完妍希的部分。好学生，没有就没有压力啊，继续啊。好了，爱我别走 ，OK 啦。那妍希帮我一起。好，咚咚咚咚咚，直接副歌，再一次啊，咚咚咚咚咚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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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不想唱。啊，谢谢，可以。那接下来玩一个小游戏好了 ，OK， 叫做真心话反着说，所以等一下说什么都是反义词的。第一题，请说出陈妍希的三大优点。害羞，超肥，超没气质，阴险狡诈，三个字就够。眼神超就是啊。他快听不下去了，虽然是反应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游戏蛮好的。跟老婆一起去旅游的三个好处：花不到钱，受人伺候。哇，这个厉害！风景很差。可以，请点评张书豪在戏里头唱的《爱情的模样》。反义词点评、啊，唱得超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内心，等一下，反义词，两位，OK， 我不录了，再见。情感深入骨髓。对，五月六号，在就是世界还没有办法允许大家随心所欲的去旅游的这个时光，大家赶快把握这个时光去看我们的电影，因为我们就是提供了大家非常多的想象空间。我们的戏里面有美景，然后非常的温馨。然后也很欢乐。然后在这个时间，虽然说，你们国内疫情也是有一点严峻，但大家做好防疫的措施之后，我觉得大家来看这部电影绝对不会后悔，会把你们生活上很多的这种烦恼啊、压力可以释放掉，然后也会得到很多正能量。小雅去旅行，小雅，你愿意吗？像是你他妈把我当什么？你欠我1000万，哥死百千。That one, follow it. Oh, are we on a secret mission? That man is going on a trip. Yes. With my wife. I hope you love me couple. Enjoy your stay here. No, we are not couples. No.She's my best friend's wife. Oh!